好，我们开始来讲这本书的第25章。首先还是说一下我们所讲的投影片在网络上的什么地方可以取得，所以呢就请您打开 Google， 然后输入这本书的作者江户，应该就可以看见一个很像他个人网页的连结，你就勇敢的把它按下去吧。那我们讲的书呢就是这一本 Options, Futures and Other Derivatives， 按进去之后呢，这里有一个投影片可以下载哦。那同样的把它按进去之后，这里就有一个压缩档，那下载之后解压缩就可以得到这本书所有章节的投影片了。那同时呢这一章可能会用到江户他所写的一个计价软体哦，所以计价软体呢就在这个地方，你看见这里呢有个 software， 那也是一样的，把它按进去之后，这里呢就有一个 4.0 版的计价的软体哦，你也是把它按右键下载，我记得应该也是压缩档吧，你就把它解压缩，那里面呢有一个还不错的计价软体可以用，当然呢也有很多狙击指令可以用啦，不过呢等一下我们会用的呢应该就是它的一个评价的软体，那等一下我们再说好了。好，那第25章呢它就是要讲信用的衍生性商品，那其实呢这一章有很多内容呢都跟上一章第24章也就是信用风险呢是很有关系的，你可以把第24章呢想成好像是在讲信用的现货部分，所以呢在第25章呢就是在讲信用的衍生性商品的部分哦。所以呢这一章大概就会介绍 CDS 或者是 CDO， 那像这些东西呢它的用途是什么，它的运作方式是什么，或者是呢它的评价是要怎么去评价它的，所以呢会用到很多上一章的基本知识，所以假如说呢你这一章听得有点不大懂的话，那当然呢有可能是第一个我讲的太差了那这个就没救了，因为呢我大概就只能讲最好的状况尽量把它讲出来了。好，那第二种可能就是你可能要去听一下第24章的一些基础的内容，那才知道呢我们这一章到底在讲些什么。好，那这一章的投影片呢其实江户他详细的部分呢做得蛮详细的，那比较粗糙的部分呢就是有关于数字，尤其是 Excel 的那个example 部分呢，它有时候就都没有做投影片了，所以呢到时候我们真的需要的话，我们再编一个 Excel 表给大家看好了。好，那我们就开始来看这一章的内容。那首先呢它先讲信用违约交换，也就是 CDS。 那 CDS 呢你可以把它想成呢对买方来讲就好像是在买一个保险，那到底呢对什么东西在买保险呢，事实上就是对他手上呢可能有的某一档债券，或者是呢他手上没有债券，但是呢他就是觉得某一个主体可能是一家公司或者是一个国家等等哦，那他的信用状况呢可能会变差，所以呢他就买了一个保险。那事实上呢我第一次在读 CDS 的时候呢其实我也有点混淆啊，因为呢我觉得你只要从买保险的观点来看的话，那事实上呢你是当买方没有错，这个是很口语化的讲法，那都可以接受。但是呢有些书就会告诉你说你买 CDS 呢就好像是在放空信用风险一样。那的确也没错啦。假如说呢一个公司它的信用状况呢变差的话，那你今天呢去放空它，那我们的概念就是呢你去放空一个东西，但是那个东西呢假如变差的话，那你是会赚钱的。所以呢从这个观点来想好像也没错，你买个 CDS 呢就好像是在放空某一档债券呢它的信用状况一样。那当然呢你也可以把它想成呢好像是在放空某一个公司债的感觉哦，因为呢假如说一家公司信用变差的话，通常它的债券的价格是会下降的。那你假如说呢你买 CDS 把它想成是放空这家公司的公司债的话，那这家公司债性变差，债券价格下降，你放空事实上是可以赚钱的。所以呢感觉起来就好像呢你买 CDS 其实是在放空一个主体或一个标的它的信用状态哦。所以呢你可以从买保险的观点来看，你也可以呢从好像放空某个东西的观点来看，那刚开始呢就会觉得有点的混淆的感觉哦。所以呢后来我就在教学里面呢我都尽量用比较口语化的方式来讲，就是说你就把它想成就好像是在买保险的样子哦，那先不要去想什么放空信用的状态啊，或者是放空一家公司的债券的感觉这样子，否则呢你就会觉得好像买 CDS 是一个动作，但是却可以从很多角度去
分析它，结果呢，很多角度呢，它那个做多或放空的方向，事实上呢，它还是相反的。好，所以呢，我们就从买保险的观点来看吧。那事实上呢，这个在普通的选择权也是会有这种状况啊。例如说，在普通的选择权呢，你说你可以去买入卖权啊，所以呢，事实上你是做多卖权。但是呢，你也可以从某个方向想，你买入卖权呢，似乎就是在放空标的物的感觉哦。所以呢，做一件事情，你从某个角度来看，其实你是做多卖权，但是呢，却是放空标的物。所以 CDS 呢，就有点像是这样子的感觉。但是呢，因为 CDS 呢，毕竟对大家来讲比较不是那么的熟悉啊，所以呢，刚开始为了简单起见，我们还是先从买保险的观点来看这件事情好了。我觉得今天的电脑好像变得慢慢的，有点延迟。好，所以呢 ，CDS 呢，就是说今天买方呢，其实他是对他手上的某个债券，或者是某个特定的公司，或者是某个特定的国家呢，去要求一个信用的保险哦，要求一个信用保护。那到底呢，跟谁买呢？其实就是跟卖方来买，那这就是这一个英文所写的意思哦。就说呢，买这个 CDS 的人呢，其实是对卖 CDS 的人呢，要求一个保护。那这个保护呢，事实上就是要去对抗，假如呢有一个公司或一个国家呢，叫违约的话，那就可以呢获得一些补偿。那事实上这个就是买 CDS。好，所以举个例子来讲呢，他说有一个人呢，他可能就付了保费，那这保费呢就是90个 basis point。好，那每年要付这么多保费，然后呢去保障多少东西呢？去保障100个 million。换句话说呢，他的名目本金呢是100个 million， 然后呢他的主体是什么东西？事实上就是 X 这家公司哦，然后这个保障呢是5年。所以呢今天一个买方，他就是付了每年90个 BP 去买了一个本金100个百万的保险哦，针对 S 这家公司，然后呢这个保险期间是5年。好，那到底怎么运作的呢？其实下下张图影片会讲啦，我发现这些账户还做得蛮仔细的，所以呢我们就先不去讲它怎么运作的。好，那这个付的 premium 呢，就是保费哦，通常就叫做 CD，就叫做信用违约的 spread， 就是 credit default spread， 有时候呢我就把它简称叫做 CDS spread。 好，那这个保费呢是要一直付一直付一直付，直到这个 X 公司呢违约哦。换句话说呢，假如这个 X 公司没有违约的话，它就是呢每年要付90个 BP 啊，那通常就是一季付一次，而且是在季尾的时候才付的。那假如说 S 没有倒闭，那当然你就是需要继续有这种保障，所以就必须要继续付保费。但是呢假如说 S 呢它在5年之内倒闭的话，那当然呢这个契约其实就终止了，因为 S 公司都倒闭了，当然就不用再去为它的信用去买保险了，因为呢你已经可以拿到一些补偿了。所以呢他说今天假如 S 公司倒闭的话，那买方呢就有权利把这个债券呢以面呢100个百万的金额呢，然后卖给当初卖他 CDS 的这个人哦。然后换句话说呢，就是假如呢这个债券呢是100个百万的话，他就可以把这些债券拿给当初卖他 CDS 的人，然后说好吧，这个债券丢给你，然后呢你要给我这一堆债券的面额，就是呢100个百万哦。好，那通常呢是有很多的债券可以去让你选择，换句话说它就有点像是债券期货里面的可交割债券啊。那到底呢今天这个买方呢他要拿什么样的债券呢去做交割呢？事实上都是可以的。不过呢实务上呢大部分还是用现金交割的方式去做啦。因为呢今天 S 这家公司呢发行的债券，例如说他发行的面额可能就是500个百万，但是呢市场上呢去交易 S 公司为标的的 CDS 呢，这个名目本金呢可能已经远超过这个 S 呢所发的某一档债券了，所以其实呢这个现货是不够交割的啦。那通常呢就会用现金来做交割。那这个现金呢怎么去做交割，在下下张投影片就会讲哦。好，所以呢我们先来看一下，这里就是有一个图。所以呢 A 就是保险的买方，他就是为
S 公司可能倒闭的风险去买一个保险，那就是保险的买方。那 B 呢，其实就是卖方啊，例如说像是 AIG 哦。好，所以呢 ，A 就是每年呢付90个 BP 的保费给 B， 那事实上呢，通常就是一季付一次，而且是季底付。好，那假如说呢，啊，在这个期间呢 ，X 都没有违约的话，那就继续付吧。那假如说5年呢 ，S 都没有违约的话，那事实上呢 ，A 就是付了5年的保费，就跟大家去保那个寿险一样哦，你就是一直缴一直缴，然后假如说这段期间呢你没有挂掉的话，当然呢你就是继续缴保费了。好，那假如说呢，嗯，这个 X 有违约的话，那事实上呢 B 就要给 A 一些钱了。那这个钱是什么呢？其实就是100。那100呢，其实就是我们通常习惯在债券议题探讨的时候呢，都假设面的就是100。所以呢，就是100乘以1减 R， 那这个 R 呢就是 recovery rate。也就是回收率哦，所以一减 R 呢，事实上就是损失率，因此呢 ，B 就要给 A 那有关于这一档债券的损失程度啦。那当然呢，这个 A 呢，它是每季才付一次啊保费给 B， 所以呢，有可能今天 S 在违约的时候，刚好就是在啊两次付保费的付保费的中间的某个时点，所以事实上呢，啊 B 虽然要赔给 A。啊，100乘以一减 R， 但是 A 呢也要给 B 呢，从上一次付完保费到这个 S 公司呢违约的这一段时间点的保费，事实上还是要给 B 哦。好，这个下一张图片应该会再讲的更详细一点。好，所以呢，这个 R 就是 recovery rate 啦。那 recovery rate 呢，就是说今天缴一张债券呢，马上违约的话，应该说一张债券违约的话，那我们就看一下呢，这张债券呢到底现在的价值是多少。那例如说呢，一张债券假如违约了，那我们就马上看一下这张债券呢它在市场上的价值是多少。假如说呢市场上的价值呢是只100块只剩60块的话，那我们就说呢 recovery rate 呢就是 60% 哦。好，那这本书呢的 recovery rate 好像都设成 40% 啦。所以呢假如是 40% 的话，就是呢当债券假如违约的话，我们就马上呢去看一下这张债券它现在市价是多少。那假如说是 40， 那40除以面的 100， 那事实上呢就得到 40%， 那这个 40% 呢就是 recovery rate。 好，那还有一些的细节哦，就在这个图片有讲。所以呢他说通常这个保费呢都是一季付一次啊，而且呢 in arrear 这个词呢常常会看见哦，在我们之后的章节常常会看见。那事实上这个东西就是就是季底再付的意思哦，就是一个期间的最后一天再付的意思，所以就叫做 in arrear。 好，那所以呢今天假如 S 呢它发生违约的话，那这个违约时点可能是在两次缴保费的中间的某个时点哦。所以呢今天 X 缴违约的话，那虽然呢 A 可以从 B 这边呢拿到一些补偿，但是 A 也要把从上次缴保费之后到 X违约的这段期间所累积的保费，例如说三个月付一次，但是呢现在呢已经累积一个月了，然后 X 就倒掉了。那这样子的话呢，其实 A 还是要付这一个月的保费给 B 哦，毕竟呢保障是保障到 X 违约的那个时点为止，而不是保障到上次付保费的那个时点哦。所以呢事实上这边写的就是说，当今天缴 X 违约的话，其实通常呢会有一个最后的应计的 payment。 那这个 payment 呢代表说买 CDS 的买方要缴出去的保费啦，所以就通常最后有一个应计保费还是要缴的，就是 A 还是要缴给 B 的。好，那他说呢今天假如 X 发生违约的话，那在做交割的时候呢事实上可以是实物交割，但是呢也可以是现金交割啊。那我们刚刚讲过了，因为呢 CDS 呢它的交易量实在是太大了，那可能呢今天某一档债券呢去买 CDS 的人，那所就说对于某一档债券呢，很多人去对这档债券去买保险，那买这保险的名目本金呢可能已经远超出这一档债券在外面呢的流通量，或者是他当初发行的金额哦。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呢，势必没有那么多现货可以拿来做交割，因此呢其实 CDS 呢大部分都是用现金来结算的，因为呢没有那么多现货呢可以拿来做交割。好，所以通常呢就会有一个拍卖的过程哦。当今天缴 S 违约的话，然后呢会有一个拍卖过程，也就是呢 ISTA 那家机构呢他会用一个拍卖过程来决定
那到底呢B 要赔给 A 多少钱。所以呢这本书呢他写说 A 给 B 的叫做 payment， B 呢赔给 A 的呢叫做 payoff。那换句话说呢，对 A 来讲呢，他就是每年付的保费就是 payment， 然后呢收到的补偿假如说 S 倒掉的话，那事实上呢就是他买这个 CDF 的报偿。所以呢你就记住 payment 跟 payoff 呢，其实这个东西好像是对 A 这个买保险的人来定义的。好，所以他这里呢做了一个小小的练习啦。他就说呢，假设今天这个保费呢是一季付一次，而且呢是在季底的时候才付的。那说呢，那这样子的话假如有一个主体，例如说 X 公司呢，他在第三年又一个月的时候违约了，那回收率呢是 40% 的话，那到底呢这个现金流量是怎样哦？那首先呢我们就先来想看看呢这个 buyer 呢他到底要付多少的应季保费给 B。 好，那我们就假设你还是100个 million， 也就是100个百万啊，所以呢你乘以90个 BP， 那90个 BP 呢其实就是0.9 个百分比的意思，因为一个 BP 就是 0.01 个百分比。但是呢这个是每年付这么多啊，所以呢一季呢其实只有乘以四分之一而已哦。所以呢这样算出来呢，一季大概就是付22万5千。好，所以呢季底的时候呢就是付22万5千。但是呢现在这家 S 公司呢是在第三年呢又一个月的时候违约嘛，所以呢在第三年的时候其实呢也刚付了一次保费哦，然后呢 3.25 年的时候呢要再付下一次的保费，所以呢事实上他今天呢就是在三年又一个月的时候违约哦。那因为呢一季是三个月，但是呢现在就是离上次付保费呢过了一个月，那这个 X 就违约了。所以呢今天 A 是必须要再付给 B 最后的应季的累积应季的那个保费，那事实上呢就是225000除以3，所以大概就是75000左右。好，所以呢今天 A 就是要给 B 75000，那 B 呢就是要给 A 多少呢，其实就是100乘以1减 R。 那假如说 recovery rate 呢是40% 的话，那事实上呢 B 就要给 A 呢每100元就要给他60块钱哦。所以呢今天的保障是100个 million， 那事实上 B 就要赔给 A 60个 million。 好，所以呢这就是这一小题一个简单的问题哦。好，那 CDS 呢其实它成长的非常非常快啊。那换句话说呢，为什么它会这么的吸引人哦？那当然呢有一些原因啊。第一个就是说它可以让信用风险非常容易被交易，就像市场风险一样，所以你买个 CDS 其实就是在交易信用的感觉，就像呢你今天去买一个期货，指数期货就好像在交易某个指数的感觉哦。所以呢买 CDS 就是在交易某一个标的的信用状况。好，那当然呢你也可以利用 CDS 呢把你不要的风险呢转嫁给第三方，所以呢就像刚刚这个 A 他呢手上有一个 S 公司发行的债券，但是呢他不想要 S 公司倒闭的风险，所以他就借由买标的是 S 公司的 CDS， 然后呢把这风险呢转嫁给 B 哦。好，那当然呢他也可以呢用来让你分散信用风险，例如说你可能是 AIG 啊，然后专门卖 CDS 给人家，那假如说呢你现在发现你卖的这个 CDS 呢很多都是金融业的 CDS 的话，就是金融业为标的的 CDS 的话，那事实上呢你就可以再去卖出一些例如说汽车业啊，或者是钢铁业，或者是食品业这些公司所发行的债券的 CDS 哦。那这样子的话呢因为各个产业呢通常不大会一夕之间全部一起倒掉啦，那除非就是发生金融风暴，所以呢今天不管金融业或什么产业都一起倒掉，不然事实上呢各个产业呢应该不会同时违约。那只要各个产业呢它的违约相关性呢不是正一的话，那事实上呢你多卖出一些不同产业的 CDS 的话，那事实上呢就有分散信用风险的效果。好，所以他下面呢这里就是要告诉你说这个 CDS 呢跟
就是说你买了 CDS 之后到底约略等同于在做什么事情哦。所以他就说呢，今天假如你有个债券的公司债的投资组合，然后呢它是五年的公司债，好，你有一个五年的公司债投资组合呢，然后呢这个公司债会违约啊，所以呢他今天给你的溢额的呢事实上就是 6%， 那粗略的来想就可以把它想成好像就是每年你可以赚 6%， 但是呢赚这 6% 呢其实也包含了你承担这一个发行公司的违约风险，所以假如说呢你不想要这个违约风险的话，那事实上呢你就可以去买一个五年的 CDS 哦，那标的呢就是你手上的那个公司债发行的公司，就是标的就是你手上的那个公司债。好，所以呢你就是去买一个五年的 CDS， 那你就要付保费啊，那保费呢假如说是100个 basis point， 也就是 1% 的话，那这样子的话呢你好像就不需要忍受这个发行公司的信用风险了，所以你这个投资组合呢就好像变成一个没有风险的投资组合，然后每年呢你可以得到 5% 的报酬，也就是说呢你买了一个公司债，然后每年可以收 6%， 再加上呢你买了这个公司债的 CDS， 每年付出 1% 的话，你就好像得到一个没有风险的投资组合，然后每年呢可以赚 5% 哦。好，所以这样感觉的话呢，这个 bond yield 它的 spread， 也就是呢一张债券它的 yield 然后大于无风险利率的部分呢，应该跟 CDS 的值是非常接近的嘛，所以呢就是他这边所说的，就是说 bond yield spread 呢应该跟 CDS 呢其实是非常接近的，也就是说呢今天假如无风险利率是 5% 的话，那这张债券呢它的bond yield spread 呢就是 1% 嘛，那这 1% 你可以把它想成呢就是你比无风险利率多赚的部分，其实就是你承受这个公司债发行公司的违约风险啊。但是呢假如说你不想赚这 1% 的话，那你可以把它转移给别人，那今天呢这个保费呢刚好就是 1% 哦，所以刚好呢你做这件事情之后你就是得到 5%， 而 5% 刚好就是无风险的利率。所以呢从这个地方来想的话，那事实上呢bond yield spread 应该会非常接近 CDS spread。好，但是呢市场上呢会有一个指标啦，那这指标呢事实上就是CDX 然后 bond CDS bond basis， 那其实呢金融市场上就充斥一大堆什么 basis 的一个概念哦。那这个 CDS bond basis 呢事实上就是 CDS spread， 事实上呢就是那个保费啦，就是那个 premium， 好，然后呢减掉 bond yield spread， bond yield spread，好，那我们说呢其实这两个应该是很接近的啊，所以呢捡起来呢应该会蛮接近零的。但是呢我们从历史资料可以发现呢，其实这个东西在2007年之前呢事实上是大于零的，也就是呢在2007年之前。好，那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2007年呢其实大家对于很多公司债呢还是蛮追捧的啦。然后呢就显得说其实 bond yield spread 呢事实上它是比较低的，因为呢大家对公司债蛮追捧的，那就是很多人会去买公司债，那公司债价格就会变高嘛，所以它的 yield 就会降低， bond yield 就会降低哦，所以呢 bond yield spread 也就是 bond yield 跟无风险利率之间的差距呢就会降低哦，那就显得呢 CDS 呢好像比较贵哦，然后 bond yield spread 事实上并没有提供那么多的溢价给你哦，但是因为那时候大家对公司债还是蛮追捧的，所以呢就会发生这种状况。好，但是呢在金融风暴的时候，也就是2007年呢到2009年的时候，就发现呢这个东西常常变成是小于零的状况。那这个代表什么意思呢，就代表说第一个呢可能大家对于债券呢就弃之如敝屣啊，那些公司债，那所以呢就尽量抛售它，那甚至呢可能发生流动性风险的时候还是会尽量去抛售它，所以债券价格就变得很低哦。那债券价格低呢 bond yield 就上升嘛，那 bond yield 上升的话，无风险利率假如没什么改变的话，那 bond yield spread 呢就会
就会上升，就会上升。那这个上升的幅度呢，可能比市场上呢，这个 CDS spread 上升还要更快。所以呢，就是会变成在金融风暴的时候，其实这个值是小于零的。但是呢，之后其实这个值呢，有时候就大于零，有时候就小于零啊。那大概就是在零附近那边绕，但是很难讲说它什么时候会等于零啊，因为大部分状况之下它都没有等于零。那换掉之后呢，有时候会大于零，有时候会小于零哦。所以江户大概就是只有提出这个现象啦，他也没有去讲说为什么这个现在呢常常发生大于零或小于零的状况，这个数值大概是多少，能不能去做套利等等，他大概就只有点出这个结果而已哦。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看一下呢，这个 CDS 呢，你怎么去评价它？那怎么去评价它呢？其实不管是什么样的交换啊，概念上都是一样的。也就是呢，在签约的那一刹那，我们就是去决定的一个价格，使得呢，这个价格对买卖双方或是对交易双方来讲呢，都是一个公平的契约。换句话说呢，在签约的那一刹那，那这个契约呢，对两方来讲价值都是零哦。那事实上对反方来讲价值都是零，就是一个公平的契约啦。因为呢，衍生商品它是一个零和的游戏，所以呢，今天某一方赚钱一定是某一方有赔钱，所以假如说对两方都公平的话，那事实上呢就是不赚不赔的意思哦。那因为呢，在签 CDS 的时候，当然实务上不是等一下我们会讲这个样子，实务上还会再更复杂一点哦。不过呢，你可以把它想成呢，在简化的版本之中，其实呢，签 CDS 完之后，你也没有给我钱，我也没有给你钱啊，所以代表说这个契约对双方来讲事实上是非常公平的。那也就是说呢，你在起初不用补贴给我钱，我也不用补贴给你钱哦。换句话说呢，这一个契约对双方来讲价值都是零哦。所以呢，今天你可以站在保险的买方来算一下呢，今天在 CDS 期间里面你付出去的，也就是你的 payment， 那它的折现总和，就金额折现总和大概是多少，然后呢你也可以算出呢在 CDS 的权利的期间之内呢，那保险的卖方呢他会赔给你一些补偿，换句话说他会给你的补偿呢，也就是说今天假如 S 倒掉之后，那他会给你的补偿的现值大概是多少，然后呢就令这两个现值呢相等，就可以把保费那个变数给解出来了。所以概念上大概就是这个样子。那当然呢，实务上还会再更复杂一点哦。那怎么个更复杂等一下会说。不过呢我们就先讲一个简单的版本哦。所以你就发现呢，只要是这种 swap 的概念哦，其实都是一样的啦。不管是什么 swap， 它的原则就是远期契约的原则，也就是呢在签约的那一刹那一定要决定一个类似远期价格的东西，或者是呢决定一个像我们这边的 CDS spread 的这个值，使得呢在签约的那一刹那对双方来讲这个契约的价值都是零哦。好，那这里呢当然是要做一些的简化啦，所以呢他就说假设今天的 Hedge rate， 那关于这个信用标的 Hedge rate 呢是 2%。好，那我们就假设呢保费一年付一次好了，就是简化版本嘛，不然实务上其实是一季付一次的。好，所以我们假设呢一年付一次，而且呢是在年底的时候付的、哦、所以呢它是说 paid annually in arrears， 所以就是年底的时候付的。那换句话说呢，我们付保费就是在第一年、第二年、第三年、第四年、第五年，这个例子应该是五年期的例子啊。好，但是呢在任何的时点，这个信用标的都有可能会违约啊。那我们就简单起见哦，假设信用标的违约的时候呢，都是违约在两次保费的中间时点。那事实上这也不算是太离谱的假设啦，因为呢，既然今天在两次保费缴交的时点的中间任何一个时点都可能违约的话，那我们假设就是信用的标的会在两次缴交保费的中间那个时点违约，好像也不是太无理的假设哦。好，那我们就假设呢这个recovery rate 就是 40%。 好，所以呢我们现在就是要去算一个 CDS spread， 然后这个 spread 呢是一个 break even， 也就是对交易的双方都是公平的一个 spread。 好，所以呢就是对每一元的名目本金到底我们买家要付多少钱呢，那这个钱事实上呢就是 X 哦，也就是说对每一块钱要保障的名目本金
要付多少的保费。好，所以呢接下来呢他就编了一大堆表啦，所以呢我就把这个东西呢做一次给大家看哦。那下面他这投影片呢倒是编得还蛮仔细的，可是呢之后再讲到实务上的状况的时候，其实他就没有去编表了，那甚至连投影片也没做了，因为呢可能觉得那个实务的状况呢再做一次投影片太烦了。或许是这样也说不定。好，所以呢我们首先先要看一下呢，就是这是一个五年的 CDS 哦，虽然它前面好像没有写五年，不过你看课本呢其实这是一个五年的 CDS。所以我们当然要知道呢每一年它的存活率是多少啦，所以我们就先把这个东西给算出来哦。好，那这个表呢倒不是很困难啦，因为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啊，我就把这表头直接贴下来，这样我就不用再写表头了。好，所以呢当然呢今天就是第一年、第二年、第三年、第四年、第五年了。所以呢在每年底的存活率，那存活率呢我们在上一章书也讲过，事实上它就是 VT 啦，那事实上呢就是 exponential 的负 lambda bar T 乘以 T。 那现在呢我们的 lambda 都假设是个常数啊，所以呢 lambda bar 就是 lambda T， lambda T 就是 lambda， 也就是这边的 2%， 所以呢我们就是 exponential 的负 2% 一直给它折现回来就好了。所以呢这边事实上呢我们就打 exp， 然后呢负的 0.02， 然后乘以这个年份哦，乘以年份。好，所以呢我们就可以得到在每一年呢它的survival 的几率哦，那我们可以发现说其实这个数字呢跟投影片都是一样的。好，那 default probability 呢，那事实上呢你就是刚开始第一年呢你的几率违约几率就是一减掉那一年底之后还存活的几率嘛，然后接下来呢每一年你违约几率呢就是上一年底你存活的几率减掉这一年底你存活的几率，那就是呢在这一段期间呢你会违约的几率哦。好，剩下就把它给复制贴上就好了。好，所以呢其实就跟这个数值是完全一样的。好，但是呢因为等一下我们要做表呢，可能还要有一些其他的用途啊，所以呢我就再重新变一下表好了。也就是说呢我们现在有一个 lambda 就是 hedge rate， hedge rate， 那我现在呢就把 hedge rate 呢，诶我怎么写成 rate 是一种统计软体，现在好像比较不红。好，那hedge rate 我就放在这一个格子啊，因为等一下我们要举说你也可以用逆向的方式由 CDS 去反推 implied hedge rate。那当然呢等一下我们要举的例子呢是已知 hedge rate 去求出 CDS spread， 但是呢事实上你也可以呢由市场上的 CDS 的报价去反推 hedge rate 是可以的。这个就有点像是呢选择权里面哦，你有了波动度你可以去求选择权的价格，但是呢你也可以反推从选择权价格呢去反推波动度哦，所以那个东西叫银行波动度是一样的意思。那换句话说呢我们现在是先已知 hedge rate， 然后呢去求 CDS spread。好，那当然呢我们要有一个risk free rate。那这个例子的 risk free rate 是多少呢？它上面有写吗？哦，它实际上是没有写的呢。那我来看一下课本上的数字。那看起来呢是 5%。好，那我们就把它设 5% 吧。好。对 ,5%。好，所以呢 risk free rate 呢我们就把它设 5%。好，然后呢我们就开始呢刚刚已经算出每一年的那个存活几率，还有呢每一个区间它的 default probability 哦。好，所以呢我们现在就是要编下面这个表，也就是呢你要把每一年底呢所付的保费呢它的PV， 也就是现值的折现把它给算出来哦。好，所以呢我就偷懒把这些表头呢贴一下好了，那这样我就不用再重新写这些表头的英文了。好，所以我们就再重做一下刚刚这个
存活的几率，所以存活几率呢就是exponential， 然后负的 Hedge rate 我们就把它固定下来，然后乘以呢这个年份，乘以年份，所以我们就可以得到呢每年底的survival probability 是多少。好，那这个期望的 payment 呢，就是说假如第一年这个标的还活着的话，那我们当然就是要付保费啊，那付的保费呢就是小 S 嘛，就小 S。 那假如说第一年底呢存活的几率呢还是98%的话，那当然呢我们就是要付0.98 这样乘以保费。那保费呢我们是写 S 啦，但是呢我这里就写1好了，反正 S 是等一下要算的一个数。好，所以呢就发现我这两个 color 呢它的数字是一样的，那事实上呢你可以把它想成呢其实中间这里应该有一个乘以 S， 但是我就不写了。好，那我们就把它给折现回来啦。所以折现回来的话，我们当然就是用无风险利率折现，因为呢我们现在算的都是在风险中立的经济体系之下去做的。所以呢我们这个Hedge rate呢其实也是在风险中立的经济体系之下去做的。好，所以呢今天折现率就是 exponential 负 RT， 所以呢我就把这个 R 呢就把它固定下来，然后乘以 T， 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得到每年的折现因子。好，那有每年折现因子的话，那当然呢我们每年底期望付多少钱乘以折现因子，那就是呢把每年底期望付的钱呢就把它折现回来加总。好，所以呢这边就把它加总起来。好，所以呢我们得到的数字呢基本上都跟这同频的数字是一样的。那最后呢我们再求个 sum 好了，也就是呢把这五次付的保费的现值呢，那把它算出来就是 4.07281， 就是 4.0728S 哦。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算一下那到底假如呢发生违约的话，也就是标的违约的话，那到底呢我们拿到这个补偿的限额的那个限值的加总是多少。好，所以呢我们就再编另外一个表，也就是下一页图片这边要讲的。换句话说呢就是期望的 payoff， 这个是站在保险的买方来想的啦。那只要呢这个信用的标的违约的话，当然就可以拿到补偿，那其实呢就是可以得到报偿的意思哦。好，那我们都假设呢发生违约的时点呢都是在中心点，所以就是把它假设呢违约可能发生的时点就是在 0.5 年 1.5 年 2.5 年 3.5 年 4.5 年哦。好，但是呢这个违约几率呢它我们假设它在第 0.5 年会违约，但是呢它的违约几率其实就是第0年到第1年的违约几率，那事实上呢就是1减掉1年底还活着的几率。好，那第 1.5 年违约的时候，那它的违约几率是多少，其实就是在第1年到第2年这段期间标的会违约的几率，那事实上就是第1年底活着的几率减掉第2年底活着的几率哦。好，所以呢这个事实上我们刚刚已经做过了，只是呢我们现在把它放在不同的两张表来看。好，那 recovery rate 呢都假设就是 0.4 啦，所以100块钱呢只能拿回40块。那因此呢我们会得到的期望报偿呢其实就是这个default probability 呢乘以1减掉 recovery rate。好，所以呢我们期望会拿到的报偿呢就是这样子。好，那再来呢就是把期望就是把那个折现因子把它算出来，所以呢就是求 exponential 的负 RT， 那 R 呢就在这边我就把它固定下来哦，然后呢乘以 T， 所以乘以 0.5 年。我没打括号它会自动帮我加括号，还真的不错。好，所以呢这事实上呢就是折现因子。那因此呢我们有期望的 payoff， 我们有折现因子的话，我们就可以把这些期望的 payoff 的限值就把它算出来，那换句话说就是这两个东西相乘哦。那相乘之后呢把它每一年都做一下，那我们最后就可以把这些东西给加起来。好，所以就跟投影片对一下答案吧。那我们就发现呢做出来的好像都一样哦，除了我们索取的小数点比较多之外。好，但是呢我们刚也说过了啦，因为呢今天标的违约的时候，那事实上呢可能是在两次缴保费的期间中间，例如说我们是假设在中心点，
所以呢，事实上标的违约的时候，那保险的买方还是要把上一期所缴的保费的时间点到现在这个时间点呢，累积的保费还是要缴给保险的卖方啊。所以呢，我们还要再算一个所谓的那个累积的 payment， 就是累积的保费支付哦。那当信用主体缴违约的话，好，所以呢，我又把它给标题呢再重抠一次好了，反正这样子比较快，好，但是好像已经有点超出这个格子啊，还好，就是这样子，哎，不对，好像已经第一行不见了，那就再把它弄小一点。好，所以这个 time 呢，我们现在算的就是，假如信用主体违约的话，那我们还有累积要缴保费要交给保险的卖方啊，所以呢，这个时点一定就是信用主体发生违约的时点，所以呢，我们今天就是在算的这个时点就是 0.5 年、1.5 年、2.5 年、3.5 年。那违约几率呢，刚刚也都算过了，所以我们就直接用就好了，就直接用就好。好，那这个期望的 accrual payment， 因为呢，我们现在都是假设这个发生违约的时点。标的发生违约的时点是在两次缴保费的中心点，那中心点呢其实就是期间已经过了一半了，所以呢缴的钱事实上就是 0.5S， 所以呢我事实上就是把这个几率呢乘以 0.5、乘以 0.5， 好，所以呢我们就把它给做下来。好，那再接下来呢就是再接下来就是要去算出违约的，不是违约的因子，是那个折现因子。那折现因子呢，刚刚这里都已经做过了，因此呢，我们就把它给直接贴过来就好。好，那最后呢，就是PV of PMT， 事实上就是我们预期的累积保费再乘以折现因子，就把它给算出来哦。好，那算出来之后呢，我们也可以把这五年那个加总。好，所以呢我们的 payment 呢事实上就是这两个黄色的格子啊，那我们的 payoff 呢就是这一个格子。好，所以呢我们来对一下答案哦，刚刚这个 accrual payment 那是不是都一样，好，所以看起来是没错。好，因此呢我们就可以得到说，那今天呢我们的 S 怎么算出来呢，其实就是这两个黄色格子相加之后乘以 S 就等于红色的这个格子啊，所以你要去算出这个保费的话，那实际上就是红色格子呢除以这两个东西相加，换句话说就是你会拿到的payoff 呢的现值总和除以你的 payment 的现值总和，那这个 payment 里面有一个未知数小 s 哦，那实际上呢我们就可以把它算出来，所以呢我们的保费算出来呢就是 1.23 个百分点，也就是123个 BP。好，所以就是这边所写的，他说呢今天我们期望付出去的钱的现值就是 4.0728S 加 0.0422S， 那换句话说就是我刚刚的这两个黄色的格子 4.0728 跟0.0422。 好，所以今天 break even 的 CDS spread 呢事实上就是 4.115S乘就是刚刚那两个东西相加，就是 4.15S， 然后呢就等于我们预期会收到的 payoff 0.0506， 所以呢 S 就可以算出来哦，那就是123个 BP。 好，所以呢在我们评价的这个时点呢，其实这个合理的保费就是123个 BP 哦。好，那下面呢这里倒是他举一个例子啦，他说假设呢今天我们站在保险的卖方来看好了。站在保险的卖方来看。好，那说呢假设呢当初我们这个契约哦跟他签的时候，那或许不是五年了，可能是七年，那现在呢现在已经过了两年了。所以呢我们想要知道呢这个契约现在对我们来讲是多少钱多少价值。那当初呢这个保险的卖方呢是卖了150个 BP 哦。150个 BP， 但是呢现在的这个保费呢降到只剩下123个 BP， 所以对卖方来讲呢当然就是有赚钱了。所以这个东西你可以怎么想呢，其实你还是可以用我们之前所讲的买方跟卖方的图形来看哦。那只是呢今天的标的是什么你要知道，标的实际上就是 CDS spread，
那我一直觉得呢，学衍生商品呢，最重要的就是把标的是什么给搞清楚啦。那有些衍生商品的标的很明显，例如说欧元期货或英镑期货，它的标的就是欧元或英镑。但是呢，你假如说对那种利率的衍生性商品哦，那标的就要特别的注意啊，因为有时候标的会是利率，有时候标的会是100减利率，有时候标的又会是债券价格。那偏偏呢，这些东西都不是不一定都是同方向的。好，那你今天呢，在这个 CDS 里面呢，就把它想成呢 ，CDS spread 就是标的物啊。所以呢，对保险的卖方来讲，假如说我当初呢，去跟人家签订呢是用150个 BP 卖出去，可是呢现在只剩下123个 BP 啊，那这样的话呢对我来讲显然就是赚到钱了。所以到底赚了多少钱呢？那你可以把它想成呢，用我们之前的概念来讲哦，其实现在这个 CDS spread 下降了，你就 1.5 个百分比减掉 1.23 个百分比，这事实上就是你赚的百分比的的数值，然后呢再乘以 4.115。 那 4.115 是什么东西呢？就是我们预期付出去的 payment 的现值总和，那就是 4.115。 好，那这样算出来的话呢，我们就发现说其实这个契约呢现在对你来讲呢价值就是 0.0111 0.0111 哦。好，所以这个就是这边所解的，他是说假如之前我们跟人家签约的时候，那这边这个题目呢显然是站在保险的卖方啊，所以呢当初假如用150个 BP 呢卖了一个保险给人家，但是现在这个保险呢降到只剩下123个 BP， 所以你当然就是呢150个 BP 减掉123个 BP 乘以 4.115， 所以它这里是直接减掉0.0506 啊， 0.0506 其实就是4.115 乘123个 BP 的意思啊。所以呢假如说直接用我们之前的概念去想说，当卖方它的图就是左上到右下画，然后再记住这一个标的事实上就是 CDS spread 的话，那事实上这个想法就可以很快的把它，这个题目就可以很快的把它给做出来哦。好，那接下来呢他就说，我们刚刚呢是给一个那个黑热瑞，然后去求得CDS 的 spread， 但是呢我们也可以有 CDS spread 然后来反推黑热瑞啦。所以这个就像在选择权里面，我们有选择权的市价，我们也可以呢去反推标的物的那个隐含波动度，其实概念是很像的。好，所以他这里就举说，假如呢我们刚刚那个 CDS spread 是100个 BP 的话，那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就可以逆着去做，就可以把这个黑热瑞求出来，事实上就是只有 1.63 而已。那这个很正常啊，因为呢我们刚刚我就和活跃不已可以关掉。我们刚刚呢算出来这个保费是123个 BP， 那黑热瑞是假设 2%。那假如说呢你今天保费只剩下100个 BP 的话，那显然就是比较没那么危险，所以保费都降低了嘛，所以黑热瑞算出来就会比 2% 低哦。好，那这个东西到底怎么去做呢？那就让我们可以用规划求解去做。所以我这边事实上是理论的那个CDS spread， 那我可以呢弄一个市价的 CDS spread 的格子哦。例如说现在市价的 CDS 的 spread 格子角是 1% 的话，就像刚刚所说的，假如说现在呢市价是 1%。好，那我们呢就可以弄一个就是理论减掉市价啦那的格子，那我们就希望呢去把这个格子弄成零，借由控制黑热瑞来做这件事情哦。所以这个东西应该用规划求解做一下就好了啦。我好像没有做过，觉得有点紧张。我四年前录过选择权的那个大学版的，我应该有做过这个题目啦，所以这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好，所以呢我们就做目标式，就是这个格子，我们就希望呢它的值可以达到零，然后呢借由控制什么变数呢，借由控制这个 header rate， 那我们就去把它求解一下，那我们就发现呢算出来呢这个 header rate 呢就是 1.62 个百分比，那就是 1.63 其实差不多啦， 1.6251
89, 那就是 1.63 哦。好，所以这事实上就是一种去算 implied default probability from CDS spread 的概念哦。就像你可以去算一个 implied volatility from, option premium 的一个概念是完全相同的。好，那下面呢就是要讨论说，那到底这个recovery rate 重不重要啊，重不重要。那他就说呢，假如你今天呢事实上是从交易很活络的 CDS spread 去反推 implied hedge rate， 然后呢再用这个 implied hedge rate 呢去评价一些可能交易量不是那么大的 CDS， 那这样的话呢事实上你就发现 recovery rate 呢它的那个影响力呢事实上就是很小的。所以呢就是这边所写的，他说呢假如你今天违约的几率呢事实上是从CDS spread 呢去反推出来的，然后呢接着用你反推出来的这个隐含的违约几率呢去评价其他的 CDS 哦。那通常会这样子做，就是因为有些 CDS 比较活络，有些 CDS 比较不活络，所以就像选择权一样哦，你会拿那种交易很活络的选择权，然后呢去算 implied volatility， 然后呢再用这 implied volatility 呢去评价一些交易量比较不活络的选择权。所以这边概念也是一样哦，你假如说今天从交易量比较大的 CDS spread 去反推银行的违约几率，然后呢再用这银行违约几率呢去评价其他可能交易量不是那么大的 CDS 的话，则我们就发现呢事实上你评价出来的这 CDS 呢它对 recovery rate 呢是非常不敏感的，只要呢你今天这个 recovery rate 呢弄的是相同的，就说呢你今天反推 hedge rate 跟去评价新的 CDS spread 呢这两个的 recovery rate 是相同的话，那你就会发现呢其实 recovery rate 呢并不是那么的会影响到你最后评价出来的新的这个 CDS spread。好，那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哦，那书上呢他是讲了一个理由啦。他说呢事实上呢 lump 也就是hedge rate 呢它与什么东西呢，它与1减 R 分之1呢是成正比的。那1减 R 是什么？1减 R 事实上就是损失率嘛。所以1减 R 分之1呢就是损失率的导数哦。你可以把它想成呢，假如今天这个R 越高的话，那1减 R 就越低，然后1减 R 分之1就越高。所以呢假如说保费固定的话，那事实上呢 R 越高其实代表说让它也会越高。这个等一下我们再写清楚一点好了。我们先把结果写一下好。就说呢其实让它呢是跟1减 R 分之1成正比的。那我这个就是代表正比的意思、哦。好，然后呢 payoff 呢也就是说你今天呢已经从某一个 CDS 呢去反推出让它了。然后你现在呢可能又要用这个让它呢去评价某个 CDS spread。那事实上呢这个 payoff 呢是跟1减 R。是成正比的。好，所以这样的话呢就会变成说你今天假如从其他的 CDS 去反推让它出来，那它是一个跟1减 R 分之1成正比的东西，然后呢你再用这个东西呢去推导其他的 CDS， 那 payoff 呢又跟1减 R 是成正比的，所以就会导致说其实在这一连串的过程之中，那这个 recovery rate 呢的重要性就不是那么的重要了。好，那我们可能举个例子来讲嘛，我们就说假设呢今天某一个交易量很大的CDS 呢它的 spread 是固定的。是固定的。好，所以呢今天有一个 CDS spread 是固定。是固定。好，那我们来先看呢就说 recovery rate 只要上升的话，那代表什么意思呢？代表说一减掉 recovery rate分之一，所以 recovery 上升1减 R 就下降，但1减 R 分之1呢其实就会上升哦，就会上升，那就代表说让它呢其实是上升的。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今天假如呢某一个交易量很活络的 CDS spread 是固定的话，则呢今天回收率上升，结果呢你的保费还是固定啊，那是不是代表说回收率都是已经上升了，应该保费要下降吧。可是呢假如说现在保费是固定的状况之下，那这样子的话呢你回收率上升，那保费还是固定，那事实上就代表说其实危险率事实上也是上升了。
那才让保费没有降下来。好，可是呢我们知道今天呢假如上升的话，它也会引发出另外一条路啊，就是呢意见会下降。意见会下降。那意见下降的话呢，其实payoff 就会下降哦。那这代表什么意思？就是说你今天呢假如 recovery rate 上升的话，那损失率就减少了，换句话说意见就下降了。所以当你的信用主体假如发生违约的话，你会拿到的 payoff, 换句话说对方当初保险的卖方呢会赔钱给你的 payoff 其实就下降了。好，所以呢我们就发现呢，假如说你从交易量很活络的 CDS spread 呢去推估烂塔，然后呢再用这个烂塔呢去评价其他的交易量比较小的 CDS 的话，那这样的话呢其实上升呢它会造成烂塔上升，但是呢也会造成 payoff 下降。事实上呢这两个东西呢就有抵消的效果了，就抵消效果，然后呢抵消最后呢我们就发现最后算出来的 CDS spread, 也就是呢今天交易量比较不那么大的 CDS spread 呢，事实上它就是对 R 就不敏感，对 R 就不那么 sensitive, 不敏感。为什么呢？因为 CDS spread 呢其实通常就是什么，就是你可以把它想成危险率角增加，但是呢今天 payoff 又下降的话，那其实呢今天 CDS spread 就比较没怎么变动就对了。就对了。好，所以危险率上升然后爆仓却是下降的。那这样的话呢感觉起来我们要付的那个保费好像也不会太贵啊。那或者是呢今天假如危险率下降，但是呢爆仓却是上升的话，那这样子的话呢我们付的保费好像也对这个不会，就是我们付的保费呢事实上也不会有太大差异哦，跟刚刚我们所举的上升的例子。所以呢就会造成说其实 CDS spread 呢对 recovery rate 事实上是不大敏感的。不大敏感的。好，那这样子的话呢就是这个投影片所讲的，就是说到底这个 recovery rate 多重要呢？那假如说你今天的Hedge rate 是从比较活络的 CDS 的去推导出来的话，然后呢你又用这个 Hedge rate 去评价交易量比较不活络的 CDS, 那你用的呢 recovery rate 又一样的话，那事实上你最后评价出来的那个 CDS spread 呢其实它对这个recovery rate 事实上是不怎么敏感的。好，这个大概直觉上也可以想象得到啦。好，那接下来呢他就说还有另外一种 CDS 呢，它是所谓的 binary CDS, 就是二项的 CDS 哦，二项 CDS。那这二项 CDS 呢就是说今天只要标的的主体有违约的话，那就会付一块钱给你哦。换句话说呢就没有付什么100乘以1减 R 这件事情了。换句话说我就是付100块钱给你哦，对。每100块钱的名目本金就付100块钱给你，那事实上你就可以把它想成事实上就是付一块钱给你，对每一块钱的名目本金。好，所以呢我们这里又回到之前的这个黑略略角是 0.02 的话，那我们算出来呢刚刚的 spread 是 1.23 嘛。好，那假如说你是 binary CDS 的话，那你的这个就是这边哦，期望的 payoff, 换句话说你期望拿到的那个保险的赔偿呢事实上就不用乘以一减 R 了，你就直接就是那个 default probability 了。好，所以做出来的结果呢这个 CDS 呢就是 2.05, 这个保费就是 2.05, 也就是205个 BP 啊。好，那事实上这个想一下好像也蛮正常的啦，因为这205呢根本就可以从刚刚的123去推导出来啊。我们刚刚是123嘛。可是呢 ,123 的 BP 的保费呢是怎么来的 ?123 的 BP 保费是我们今天呢只能拿到每一块钱只能拿到 0.6 块钱的补偿啊。所以呢假如说现在是二项的 CDS 哦，每一块钱我们就可以拿到一块钱的补偿的话，那保费应该要提高。那保费要提高到多少？其实就提高到刚刚的
123个 BP 呢是每一块钱可以拿到 0.6 块钱的补偿，但是假如说我们现在每一块钱就要拿到1块钱的补偿的话，那当然呢这个保费呢概念上来想就是123个 BP 除以 0.6 吧，那这样算出来呢其实就是205啊。所以假如说你已经得到刚刚正常状况之下的CDS spread， 也就是呢到期的时候呢不是到期的时候，就是标的违约的时候，那每一块钱呢会给你一减啊的补偿哦。那你只要算出这个东西的话，你就很快的可以算出二项的就是 binary 的 CDS spread 是多少了。好，那这边附带一提一下，就是说我们刚刚在算那种假如发生违约的话，那保险的卖方呢会赔给你一减 R 的这个例子哦。我们刚刚说算出来的结果是123个 BP 哦，123个 BP。好，那其实这个123个 BP 哦，事实上也符合我们之前所讲的某条式子啊。我们之前呢曾经讲过说平均的危险率哦大概很约略等于什么，很约略等于呢 spread 然后再除以一减 R。所以假如说呢就我们刚刚的例子呢危险率是 2%， 然后呢你乘以一减 R， 那一减 R 呢是 60%，所以算出来呢大概是 1.2%， 然后跟我们这样很复杂去算呢算出来是 1.23%， 其实是还蛮像的。好，所以之前呢就常说过说事实上这一个公式啊在大部分状况之下呢都运行的蛮良好的。那只是呢我们之前在运用这个公式的时候，这个 S 大 T 呢讲的是帮 E spread， 但是呢我们刚刚呢在偷偷用的时候呢，这个 S 大 T 呢事实上是 CDS spread。 那概念上我们刚刚讲过 CDS spread 应该跟 bond yield spread 应该很接近啊，虽然实物上呢通常不等于零，有时候会 CDS spread 减掉 bond yield spread 会大于零，有时候会小于零，但是假如说概念上他们应该很相等的话，那你这个地方 S 大 T 把它想成就是 CDS spread， 其实呢套用这条公式呢算出来的 CDS spread 大概就是 1.2， 跟我们刚刚呢算的很辛苦的 1.23 其实也蛮像的，其实也蛮像的。好，那我们刚刚讲的呢是标的呢是一家公司啊，但是呢今天随着市场上的发展一定就会把它发展成说有类似指数的东西跑出来，就像本来呢股票是表彰一家公司的股权，但是呢随着市场上发展我们就很想要有一个指数出来，那就是可以来描述这一堆股票的行为哦。同样的呢这个 CDS 我们刚刚讲的是一家公司为标的的 CDS， 那随着市场上发展一定就会有发展出我们不能以一堆公司为标的的 CDS 哦。好，所以他这里就讲到说，我好像有时候 CDS 讲成 CDF， 因为 CDF 是那个累积分配函数哦，所以有时候有点，对，我们现在在探讨 CDS， 我可能之前刚刚在录的时候 CDS 很多都讲成 CDF， 但是你只要知道我讲刚刚讲的 CDF 呢，其实都是 CDS 的意思，因为我们这边呢其实没有探讨到什么累积几率函数的概念哦，所以假如刚有口误的话，你听到 CDF 呢其实都是假的，那应该都是 CDS。 好，那他说呢市场上呢比较两个常见的 credit index 呢，就是一个是 CDXNAIG， 那这个看起来就像什么，就像是什么北美啊，然后 IG 就是投资级的债券哦，所以呢它事实上真的就是集合了北美125家投资级的债券所形成的一个 index。 好，那欧洲那边呢有一个叫做 ITRX Europe， 它事实上呢也是集合了欧洲那边125家投资级的公司所发行的债券所形成的一个那个投资组合、哦、然后以这个投资组合呢去衍生出 CDS。好，所以呢这个125家公司呢通常 update 呢就是在3月20跟9月20的时候，那它会呢重新 update 一次哦。
所以能假如说你到网络上去查，你就可以看见啊，例如说现在呢，这个 CDXNAIG 呢应该已经到39了，换句话说就是序列第 39， 换句话说它已经换了39次的标的了。那每一个序列呢它的标的都不一样，所以你今天在讲 CDS 的时候，你就要讲说你到底是针对哪一个序列的。那 ITRX 呢应该现在是序列应该到38了吧 ,38, 这个可能到网络上去查一下就知道了。好，所以呢每次 update 一次的时候，这个序列的名称就会改变一次哦。那换句话说好像就是像期交所推出一个新的契约给大家交易一样。好，所以他说呢这个 index 呢你可以把它想成说好像我们今天要对每一家公司然后呢去买保险的一个成本哦。所以呢你现在是一下子就要买125家公司，因此你的保费呢就要乘以25哦。所以举个简单的例子来讲，例如说假设呢你现在是要对每一家公司呢都去想要有 0.8 million 的保障。好，那因为呢现在是125家公司啊，你每次一买就要买125家公司的保障。所以呢就是 0.8 million 乘以 125。然后呢假设今天的这个CDX index 的报价是66个 BP 的话，那我们呢就把它乘以66个 BP。那这样子的话呢你每年就是要付出66万的保费来交易这个 CDS index。好，所以这就是他这边所讲的，你可以把它想成呢这个 index 呢好像就是对每一家公司要去要买保险的成本。那因为呢你一买就是要买125家嘛。所以就是必须要乘125。所以你假如说每一家呢想要买80万的保险的名目本金的保险的话，那就是80万要乘以125，然后再乘以现在的报价假如是66个 BP, 那你就是呢总共要付66万的保费去保它。好，那但是呢66万呢对于每一家你所付的保费到底是多少啊，所以呢每家你所付的保费其实就是66万然后除以125啊，所以算出来呢事实上就是5280。好，所以呢假如说你上次呢付保费的时候，那这125家都还没违约的话，那就是付66万块钱。那假如说呢在这期间呢有两家违约了，那你下次呢要再付保费的时候，那你就不用付到66万了，你就可以付掉，你就只要付66万减掉5280乘以2就好了。因为呢有两家已经违约了嘛，所以呢就不用再对他付保费去买保险了，因为他都已经发生违约的事件了，所以你现在就只要针对了123家去买保险就好。那换句话说你缴的保费呢就只需要乘以现在呢还没有违约的这个公司的家数就可以了。好，那我们刚刚呢所讲的例子呢其实是一个还蛮直觉的例子，就是在评价 CDS 呢我们就用远期契约的概念来评价它。但是呢其实市场上哦在做的时候呢还更复杂一点。哦。那为什么呢其实原因是我觉得当初在推这个制度的时候，新的制度的时候应该是2006年左右吧。那时候大家可能对于还是2004有点忘记了。其实这个东西呢你假如要去查的话，你可以到网络上去打 IHS, 然后 market, M-A-R-K-I-T, 哦，然后再打一个 CDS, 好了 ,CDS, index。那这样子的话呢这里面应该是有一些文件可以看。好，所以你就刚刚搜寻 IHS market CDS indexing, 那应该呢就有个网址可以看哦。那看了之后，事实上这里有一个 CDS index premium, 然后 November 2021年啊，那你可以把它给按下去就可以下载一个文件。好，那它就会告诉你说为什么要做这样子的改变。其实这个文件呢蛮有趣的，我会建议大家还是看一下，因为它会很详细的告诉你说到底在交易的时候要做什么样的，就现金流量要怎样。
啊，所以他这边有写啊，他说之前呢没有标准化的话，就是说没有变成呢什么 fixed coupon 的时候，其实会造成某些的困难。所以从2009年，其实还不是很早的事情。所以2009年之后呢，才开始改变，像变成现在的制度啦。好，那变成现在制度呢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因为在古早的制度之下，CDS spread 它事实上就会随着市场而变动啊。那这个很正常啊，就像我们的远期价格也会随着市场上供需变动一样， CDS spread 这个数值当然也会随着市场的变动而变动。所以呢，可能今天是89个 BP， 然后呢当市场上很紧张的时候，例如说金融风暴的时候，它可能就会上升到110个 BP， 然后呢可能就每天在那边动来动去了。所以呢，今天对于一个保险的买方来讲呢，他今天去买保险的保费是89 BP， 然后呢明天去买呢变成110个 BP， 那变成说他每一笔的保险的费用都不一样哦。那对他来讲要缴这个保险的费用，那每笔都不一样，可能会觉得有点烦啊。事实上我觉得这个应该也还好吧，但是似乎在2009年呢是一个令人很烦的问题就对了，因为可能有一个公司他搞不好的买了非常多的 CDS， 然后每一笔契约里面要付的保费金额都不一样，那就有点令人抓狂。好，所以后来呢就决定把它给做类似标准化的事情了。换句话说，我们呢就去定义说，今天呢我们买某个 CDS 呢，那买方呢就是完全都要付100个 BP 就对了，那这个东西就叫做 coupon rate。coupon rate。好，但是你这时候一定会有一个疑问啊，就是说假设呢现在市场上呢的 CDS 呢只有89个 BP,CDS spread 是89个 BP， 但是呢今天买方呢他在买这个 CDS 的时候，你却说好吧，我们现在都标准化了，反正呢你买这个指数的 CDS 呢，买方就一定都要付100个 BP。那这样的话你一定觉得对买方好像不公平啊，因为现在其实 CDS spread 才 89, 可是呢你却要求买方呢要付100个 BP。所以呢现在的概念就是，我们在期初的时候就先把这个差额呢先把它结算清楚啊。那结算清楚之后呢就是让这个契约呢又回到价值对双方来讲都是零的地步，然后之后呢买方就永远都是负100个 BP 哦。所以呢事实上你只要到网络上去查一下，你会发现呢现在很多的 CDS index 啊，它都设计成 coupon rate 呢就是100个 BP 或者是500个 BP 哦，就是把它设成一个大家比较容易看到的一个的一个整数。好，所以假如说呢现在市场上呢这 CDS spread 才89个 BP，可是呢你却要叫买方付100个 BP， 那显然呢这个契约在刚开始签订的时候对双方来讲价值不是零啊，其实对买方来讲是不大有利的。因此呢在起初的时候卖方就要退一笔钱给买方哦，然后让这个契约又达到价值等于零的地步。好，那之后呢就是买方就都是付100个 BP 了。好，所以你就是每次呢去买一个 CDS 的时候，那起初都会有一笔先结算，先把这个契约呢结算清楚，让它价值呢又回到对双方来讲是零。然后之后呢就是你不管是什么时点去买这个 CDS 呢，永远保费就是都是付100个 BP 就对了。那这事实上呢就是所谓的fixed coupon 的一个概念哦。好，所以呢我们看他说呢 increasing the CDS 呢，那 CDS 或者是 CDS index 呢，它就类似像债券这样子来做交易了。那每一个债券呢它都有 coupon rate 会去标注它。那这 coupon rate 你就要注意哦，其实一张债券 coupon rate 就是保险的买方必须要支付的保费哦。这个其实跟我们去买债券，然后你会觉得说我买了债券那我可以收到 coupon 是不一样的概念。为什么？因为你可以把它想成买 CDS 的人呢，他其实就好像是在放空那个信用的标的嘛。所以呢今天假如说信用的标的他的信用状况变差的话，那 CDS 是会上涨的，买 CDS 的人是会赚钱的。
那但是呢，标的公司假如说信用状况变差，其实它债券价格是会下跌的，是会下跌的。所以呢，今天债券价格下跌，那 CDS 的买方会获利。那显然它从另外一个感觉来看，它好像是在放空，这个标的公司所发行的债券。所以你就想看看哦，你买债券你会拿到 coupon rate， 那你放空债券呢，当然就是要付出 coupon rate。所以呢，其实它这里的所谓的 fixed coupon 呢，这个 coupon 事实上是 CDS 的买方要付的钱啊，要付的钱，并不是要收的钱啊。因为呢，今天 CDS 的买方呢，感觉起来就好像是在放空债券一样哦。好，那他说呢，到底期初的时候怎么去结算呢？其实就是这样子去结算了，就是名目本金乘一个 duration。那这 duration 是什么？等一下再说，它不是我们之前所讲的那个 duration 呢。那事实上呢，由刚刚你只要去看刚刚这个文件的话，其实呢，它是把它叫做 RPV 01啦，就是它有一个英文呢，叫做什么 risk， 那 present value， 然后 O1 的意思哦。好，所以总而言之呢，江户就把它叫 duration， 因为它有点像是债券市场里面的 DVO1 的概念，就是 dollar duration 的 DVO1 的概念。但是它这边其实不是我们之前所讲到的那债券市场 duration， 它事实上是有风险的 duration。 那因为呢，所谓的这个风险就是要看这个标的到底会不会违约。好，然后呢再乘以 spread 减掉 coupon。好，虽然说呢，今天我们在做调整的时候呢 ，buyer 就是要付给 seller 这么多钱呢。假如说 spread 是大于 coupon 的话，所以呢，我们脚麻真的写起来的话，我们就说 spread 脚大于 coupon 的话，那这代表什么？代表今天呢 ，buyer 要付钱给 seller， 给 seller。好，那这个 buyer 就这样。那假如说反过来的话呢，那 S 小于 C 的话，那事实上呢就是 buyer， 就是 seller 付钱给 buyer 就对了，就是seller 然后付钱给 buyer。 好，所以我们刚刚所举的例子呢，就是说假如现在 CDS spread 只有89个 BP， 可是呢这个 coupon rate 却是100的话，那因为呢CDS 的买方呢，未来都是要付100个 BP 的保费出去，但是现在合理的保费才 89， 所以显然呢，在期初的时候呢 ，seller 就要是要付钱给 buyer， 那先把对 buyer 不利的这一部分呢，先把它给结清掉，那这样的话呢，之后 buyer 就都是付100个 BP 哦。那同样的呢，假如说现在的那个CDS spread 是100个 BP， 是110个 BP。好，所以呢现在 CDS spread 是110个 BP， 但是呢现在的 fixed coupon 才100个 BP， 那代表说本来买方要去买保险要付110个 BP 的保费，但是呢在这个 fixed coupon 的设计之下呢，那事实上他只要付100 BP 的保费就好，那显然对卖方不合理啊。所以呢在期初的时候 buyer 就要付钱给 seller， 先把这个对 seller 不利的部分呢，先把它给付掉，好，那课本上有一个公式啊，那这公式呢，事实上这边没有写。他说呢，今天 CDS 的报价呢，有时候他会用债券价格的报价来报给你看。那换句话说呢，债券价格是怎么算出来的呢？债券价格呢，就是100。然后呢减掉100乘以一个 duration 的概念哦，然后呢再乘以 S 减掉 C。好，然后今天买方要付给卖方的钱呢，其实就是这一块。那假如是正的话呢，就是买方付给卖方。然后假如是负的话，那就是呢卖方要付给买方哦。所以事实上呢期初的现金流量对买方来讲呢就是这一块。那这块呢事实上是什么？其实就是100减掉 P 啊。那对象呢当然是可正可负了。好，所以呢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假如说今天 S 大于 C 的话，那在它这个债券价格的定义之下，换句话说呢 ,CDS 呢有时候在报价的时候呢会去报这个债券价格、哦、会去报这个 P, 而不是报 CDS spread。那它反而呢会去报这个 P。
好，所以呢，今天假如说 S 大于 C 的话，那我们就可以把它带进来，我们就发现呢，其实 P 是小于100的，因为呢，这样今天 S 大于 C， 所以这整项变成正的啊，所以100减掉一个正数，那就会使得 P 小于100。那 P 小于100呢，你的概念上怎么想？你概念把它想成说，今天 buyer 其实它好像是在放空债券一样，然后呢，这张债券呢，现在价格呢是小于100，但是呢，其实债券到期的时候都回到100的面额嘛，所以这样的话呢，显然对 buyer 来讲呢，其实是会赔钱的。就是你跟妈想成的，其实对 buyer 呢是会赔钱的，是他会赔一些钱。好，所以呢，这个东西其实就跟我们刚刚所讲的，在期初的时候呢 ，buyer 要付给 seller 一些钱的概念是一致的啦。好，但是呢，假如说今天是 S 小于 C 的话，那就发现呢，这项是负的，所以100减掉一个负的就变成正的。在这种状况之下呢，P 就会大于100了。那你看见 P 大于 100， 你可以把它想成什么？就是呢 ，buyer 他其实是在放空这张债券啊，但是这张债券呢，现在的价格呢，其实是大于100的。那债券呢，到期的时候都会回到100嘛，所以对 buyer 来讲呢，其实他是赚钱的。诶，我的游标跑去哪里？对 buyer 来讲，有标出来吧？我们对 buyer 来讲呢，其实 buyer 是赚钱的，是赚钱的。那这个就显现在什么地方？显现在期初的时候呢 ，seller 会给 buyer 一笔钱哦。所以有时候只要看见 CDS spread 的报价，那当然就是报几个 BP。但是有时候的报价呢，现在也不报这个，也不报这个 CDS spread， 它就直接报这个债券的价格，就是 P 啊。那 P 呢，其实就已经隐含了 S 跟C 之间的差距了。那 C 呢，有时候就是把它变成是100个 BP 或500个 BP 哦，在市场上就是习惯这么定，叫危险一点的标的就定500个 BP， 假如说呢你是比较安全的标的呢，那就设成100个 BP 哦。所以呢有时候你会看报价，其实它就报这个债券的价格了，那这时候你就知道呢，债券价格大于零其实是什么意思，其实就是对 buyer 来讲，他期初可以拿到一笔钱哦，然后但是呢他未来要付比较高的保费，那换句话说就是现在其实是 S 小于 C 的状况。好，但是你只要看见呢 P 小于100的话，那就是呢 buyer 他好像是放空债券嘛，所以对 buyer 来讲现在的 P 小于100，但是 P 终究会回到100，所以 buyer 其实赔钱的，所以 buyer 呢期初要付一笔钱给 seller， 那换句话说呢他现在期初要付一笔钱给 seller， 未来就可以缴比较少的费用，换句话说 coupon rate 其实是小于 spread， CDS spread。 好，那现在呢就是说，那这个 D 到底是什么，这个 duration 到底是什么东西啊？那这个 duration 呢，你只要看啊，我们刚刚在计算的过程之中，这个 D 都是用来乘以 S 跟 C 的差距，所以这个东西 D 一定跟 payment 有关啊，一定跟 payment 有关。所以呢这个 duration 事实上就是呢未来要付的payment 的限制总和啊，期望的限制总和。所以这里写说 duration 就是一个 amount， 然后 the spread had to be multiplied by to get the PV of spread payment。 其实呢就是说我们刚刚这个例子里面哦，那这个 D 事实上就是这两个黄色的格子相加，那这两个黄色的格子相加呢，我们就把它加一下吧。所以呢加出来之后呢，事实上就是 4.114976、4.114976。 好，所以就是假如说我们套用在这里里面呢，其实这个 D 就是 4.114976。 好，那换句话说就是呢我们未来要付的这个 payment 的期望值的限值总和啦，包括说你每年底要付的保费，或者是每期底要付的保费，还有说今天在其中假如标的主体违约的话，你要付的累积的保费，这两个东西的限值加总的结果，这事实上就是 D 哦。好，那讲到这边呢，其实这个东西呢江户它的计价程式可以帮你做啦，那换句话说不用像我们刚刚在这边编表，那我们就把这个江户它的计价程式把它打开来看看，就把它打开看看，那就是呢DG400A 把它打开看看哦。
好，那打开看看之后呢，我们就发现最后这里有一个 CDS， 那你就把它给放大一点。好，所以这里呢可以让你算 spread， 换句话说就是给定 hedge rate 算 spread，CDS spread， 也可以呢给定 CDS spread 去算啊 hedge rate。好，所以我们就来看嘛，像我们这个例子呢，刚开始的时候是给定一个 hedge rate 去算 spread， 所以呢，假如说我们就直接给定一个 hedge rate， 那 hedge rate 就 2%。那这样的话呢，你就说我要算 spread， 但是呢，其实交互都弄好了，所以你把它按下去就得到 spread 是123。好，那当然呢，你也可以反过来做，就像我们刚刚呢曾经做了一个逆向工程，就是说假设呢现在的 spread 是100个 BP， 那 hedge rate 是多少？那我们呢也可以来看看嘛，就是说今天假如spread 是100个 BP。然后呢我们要算 hedge rate， 那因为呢我们都是假设五年都是这样子哦，那这个 term structure 我们也假设是五年好了，五年都是 5%。好，所以这时候呢你这边只要按 implied hedge rate， 你就可以算出是 1.63 啦、那这 1.63 我们刚刚也做过了，只是刚刚应该要马上讲这件事情比较好，就是呢在这个地方哦 ,1.63。好，那事实上呢，江湖在讲这个 physical pound 的时候呢，他写了一个例子啊。那其实我觉得这个例子呢，一般的初学者呢，应该是很难看懂，应该是很难看懂。但是呢，他事实上又没有重新编表给你看，他只是告诉你结果而已啦。所以呢，我们就来把这个例子给做一下好了，也就是说今天我们在用 face coupon 的时候，在做的时候，那到底它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好，所以它现在假设呢今天假如 CDS spread 呢是34个 BP， 但是呢今天 coupon 是把它设成是40个 BP。 好，所以你就知道其实呢现在 coupon 呢是比较高的，然后 spread 是比较低的。所以呢刚开始提出的时候，事实上呢 seller 要付一笔钱给 buyer。为什么呢？因为buyer 以后呢都是保费要付40个 BP， 但是呢合理的保费只有34个 BP 啊。所以呢在提出的时候呢这个保险的卖方必须要付一笔钱给保险的买方，先把这个对买方不利的部分先把它给结清掉。好，那它这呢是假设我们是在那个 iTrax Europe Index 上面去做的，所以事实上是有125家公司当作是标的哦。好，那他说这个东西呢是那个360天，也就是实际天数分之360天的一个报价结果啦。那等一下呢我们会把它变成实际天数分之365天哦，因为毕竟在做折现的时候，或者在做折现的时候，我们都假设实际天数分之实际天数。所以呢等一下我们就会把这个东西呢变成实际天数分之365天来做计算。好，然后呢它又假设无风险利率是 4% 啦，然后呢recovery rate 呢是假设 40%。好，那这是一个五年期的 CDS 哦，五年期的 CDS， 那它一年呢就是付四次，换句话说呢就是每季付一次的意思，一年付四次。好，那当然呢你一年付四次的话，那事实上呢一次就是付多少，一次就是付四分之 spread 就好了，因为呢 spread 它是一个年化的东西。好，那这样的话呢他想要去做一件事情哦，就是说第一个 P 到底是多少，就是说这个 P 的报价到底是多少，然后呢期初的现金流量又是什么。好，然后接下来呢他可能想要去算一下 D 到底是多少，那这个 D 呢算出来呢事实上是 4.447 啊。4.447。然后呢当然这个东西在算之前呢，你首先要先算一个 hedge rate 出来。换句话说呢，你要先从市场上的报价呢算个 hedge rate 出来，那这 hedge rate 呢算出来呢是 0.5717 哦， 0.5717 5717 5717。 好，
所以呢，这 0.577 呢到底是怎么算出来的？然后这个4.47 又怎么算出来的？然后这个 P 呢其实是 100.27， 所以呢我们刚刚说buyer 要给 seller 呢100减掉 P， 那100减掉 P 呢就是负的 0.27， 所以事实上就是 seller 要给 buyer 0.27 的部分。好，那换句话说，这些数字要怎么去算哦？啊，那当然呢，你可以先用江湖的这一个程式来算了。换句话说，我们现在呢有 spread， 然后我们就可以去算出implied hedge rate 是多少。那 implied hedge rate 算出来应该是 0.5717 哦，所以呢，我们就用这个东西来算一下好了。好，所以呢，它现在的 spread 呢是34个 bp。但是呢34个 BP 呢我们要把它变成是实际天数分之365啦。所以呢这边我们在写的时候呢我们就是34个 BP， 然后乘以365除以360、哦。好，那这样的话呢其实就是 34.47 的 BP。好，那 34.47 的 BP 呢我们就求 implied hedge rate。那无风险利率 4%、哦、我们这边要改一下。那recovery rate 是 40%， 我们也把它改一下。然后呢现在是一季付一次了，所以我们这边就把它改成一季付一次了，所以我们算出来的 hedge rate 就是 0.57。 那我们假如把它弄多一点小数的话，你就发现呢事实上就是 0.5717、哦、好，但是呢这个表它只能帮你算出 implied hedge rate 啊，它没有办法帮你算出这个 D 是多少。事实上我们应该是先算 hedge rate， 然后呢再算 D， 有 D 的有算出 duration 之后，我们才有办法去算出这个 P 是多少，我们才知道呢期初的时候那到底这个谁要给谁多少钱。好，那我们就很快来编一下表吧，因为其实这个表呢也不难编就是了，也不难编就是了。好，所以我就把这个字就把它改换一下。那黑热瑞的我们还是给它一个起始值啊，叫做 0.02。 那现在的无风险利率呢是 4%， 所以我就把它改成 0.04 哦。好，那现在呢因为是一季付一次啊，所以呢我们就是 0.25 年 0.5 年，然后呢一直到第五年刚好在这边。好，所以我们就可能必须要把它再弄小一点点。好好，那 survival 的 probability 呢当然就是刚刚都是照做就对了。那只是我们现在黑热烈起始值给它 2%， 但是我们知道呢等一下最终呢是算出来会是 0.5717 个百分比啊。好，所以呢这里就是 survival probability， 就是直接刚刚的公式直接拉下来就好了。那期望的 payment 呢也是直接拉下来就好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要用刚刚的表，因为很多东西都直接拉下来就好了。然后这个无风险利率呢其实也是直接拉下来就好了、我怎么这么偷懒呢。好，所以这也是直接拉下来就好，所以呢我们就把这里呢 sum 起来哦，就把它 sum 起来。但是这地方倒是有一个地方要特别注意啦，因为理论上这个 expected payment 呢应该要除以4，因为我们现在其实是一季付一次，所以呢这里应该要除以4、哦、一季付一次。好，所以呢这里我们就把它 sum 起来，那 sum 起来的结果呢就是 4.28737。 好，我看一下有没有错误、哦、0.25 4.75 然后 survival 好，对，好，应该是没有错。好，那我们现在呢看一下这个违约时点啊，所以呢现在违约时点可能是 0.125 啊，然后 0.5， 然后呢 0.7， 诶等一下0.125 还有 0.375 啊，也就是呢在任两个付保费的中心点。好，所以下面呢这里应该是我突然有点秀了，0跟 0.25 之间的终点就是 0.125， 0.25 跟 0.5 中心点就是 0.375， 那 0.5 跟 0.75 的中间应该是 0.625 吧，所以应该接下来就是拉就可以了，拉就好了，对，应该是这样子。好，那 default probability 呢当然就是照公式去做啦，所以刚开始呢是1减掉这边的 survival probability， 然后剩下呢就是上一次
付保费的 survival probability 减掉这次付保费的那个 survival probability， 所以剩下这里都是复制贴上。好，然后 recovery rate 呢就是 40%， 这也复制贴上。那这里呢也是复制贴上。好，那 discount factor 呢这个也是复制贴上啊，真不错，就是刚刚的基础还建立的不错。好，所以呢这里也是复制贴上。好，那最后呢我们就把它把这个地方把它给算出来，折线算出来。好，那再来就是这边哦，那也是 0.125 年，然后 probability 都是跟左边是完全一样的，所以就全部拉下来吧。好，那expected accrual payment 这边事实上乘以 0.5 之后还要除以 4， 因为呢我们每季付一次，不是每年付一次哦。好，所以剩下的呢应该都是拉下来，然后呢这里再把它给拉下来，再把它拉下来。好，所以呢这里我们也可以算出一个 sum 出来哦。好，那现在呢我们就是要去算出合理的 spread 是多少，就是 PREAD。 那合理的 spread 呢我们刚刚讲过了，就是这个 payoff 呢除以这两个 payment 相加，除以这两个 payment 相加。好，那换句话说呢，合理的 spread 是 1.20 哦。但是呢，我们现在的 market spread 呢是刚刚我写几个 BP 呢？ 34 个 BP。好，那34个 BP 呢我们就把它这里没事。好 ,34 个 BP 就是 0.0034, 然后我们把它乘以365除以360、啊。然后呢我们就要给它一个 difference,diff, 那就是把这两个东西相减哦。就理论的减掉 market, 那我们就希望呢这个格子呢可以变成 0. 好，那我可能又必须要更小一点。好吧，那我们现在就来规划求解一下，只要做错了就搞笑了。对，我不需要念按说明了啊，因为我刚刚的那个规划求解格子现在已经被占走了，所以我必须要给它一个另外一个格子。好，规划求解呢就是这个，不对，我再重来一次，目标式是在这边啦，然后呢我需要它变成0，然后变数储存格是 A2 哦。好，所以呢就让它求解一下吧，然后做出来的结果就是 0.57167。哦，还好没做错，不然要重录了。所以呢我们看一下这边就是 0.57167 哦，所以没有错。就说呢我们自己手动做的表呢，那事实上 Hedge rate 就是 0.57167。好，那在这种状况之下呢，这个 duration 是多少呢？那 duration 其实就是这两个黄色的格子这两个黄色的格子相加。所以我们的 duration 事实上就是这个东西再加上这东西哦，所以就是4.4474。那这个呢也是江湖的书直接就给你这个数字哦，他就没有再编一个表给你看了。好，所以我们现在呢就可以来算一下，那在这种状况之下 duration 是 4.447， 那我们刚刚已经算出来就是4.4474 了。好，然后呢 Hedge rate 呢我们也算出来就是 0.5717， 那也就是呢在这边的我们算出来的 Hedge rate 0.57167， 所以看起来都一样。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要看一下这个 P 是怎么算。好，那这个 P 呢其实就是100，然后呢减掉100乘以 D， 然后呢再乘以 S 减掉 C 哦。好，所以呢这个 D 我们刚刚已经做出来了，就是 4.447。好，然后这个 X 呢就是34个 BP， 就是34个 BP， 但是呢我们必须要把它乘以365除以360。好，那这个 C 呢就是 coupon 呢事实上是40个 BP， 那40个 BP 呢我们也要把它乘以365分之360哦。好，所以呢我们就来把它算一下吧，因此我这边呢又弄一个叫做 price 的好了。
好，那这个 price 呢，其实就是 100， 然后减掉呢100乘以 D， 乘以 D， 然后呢再乘以S 减 C， 所以 S 就是34个 BP 哦，就是0.0034。那事实上它要乘365除360，就等一下再乘好了。然后减掉 coupon rate，coupon rate 是40个 BP， 所以0.004。好，那这个东西都要乘以365除以360。好，所以呢我们的 price 算出来呢就是 100.27055 啦。那这也是江湖的书上面有的一个数字哦。好，所以这代表什么呢？代表说其实在刚开始买方呢他可以得到一笔钱，从卖方那边得到一笔钱，因为呢买方未来都要付40个 BP， 但是现在呢的 spread 呢事实上只有34个 BP 而已哦。所以买方到底他可以从卖方那边拿到多少，其实就是拿到这一笔钱。那这笔钱假如应该说这笔钱是买方要付给卖方的，但是假如说变成负的话，那这笔钱就变成是卖方要给买方的。好，所以在期初的时候呢假设我们现在是要买一个 million， 就是一个 million 的那个对每家公司我们都要买一个 million 的保护的话，那现在呢有125家公司啊，所以呢就是一个 million 乘以125，然后在期初的时候呢买方就会从卖方那边呢得到一个 million 乘125再乘以 0.0027 的钱哦。好，人家说呢在期初的时候买方可以从卖方那边拿到这一堆钱。那这堆钱呢就是弥补未来买方呢都要付出40个 BP 去买保险，而不是34个 BP。好。好，所以期初的时候呢买方可以得到这边这些钱。但是呢在未来呢就是每一季的季末的时候，那他呢要开始缴保费了。那他缴保费呢就是100万乘以 N，N 呢就是看到底现在还有几家公司还活着。然后呢再来就是要乘以40个 BP 哦，他就要缴保费40个 BP。但是呢 ,40 个 BP 我们只要把它乘以360/365的话，那事实上呢乘出来的结果就是 40.6, 所以它就是要缴 0.00406 这样子的保费出去。每季那只要每季的话其实就要除以4啦，就要除以4。虽然每一年的话呢你就不用除以4就是了。好，所以这事实上就是在实务上呢怎么用 fixed coupon 来让交易的时候比较大家比较容易看得懂啊。换句话说今天你起初呢先把一笔钱把它结清掉，然后让这个契约在签约的时候呢对买卖双方来讲还是一个公平的契约，但是未来呢那这个买方就都是必须要按照 coupon 所设的这个数字去缴保费哦。好，所以起初呢就会有一笔钱在双方流动，然后之后就是每一季或每一期呢那这个买方呢都必须要按照 coupon 去缴保费。好，那假如说呢有公司违约的话，那事实上呢保费就可以缴的比较少一点。但是呢对于违约的那家公司呢，事实上买方他还是有一个累积的保费还要再交给卖方就对了，然后从卖方那边呢可以拿到一个 million 乘以 1-R 的补偿哦。好，所以大概就是这样的。那这个例子呢其实不大容易看懂啦，因为我觉得江湖他在这一个小章节呢他没有一开始就把这个 coupon 到底是在干嘛的 ,fixed coupon 到底在干嘛的写出来啦，所以很多人看了几行就不行了，就决定放弃了。事实上呢就是说实务上呢他在用 fixed coupon， 就是希望保险的买方呢在未来就是付一个这一张契约上面所写的coupon rate， 付一个 coupon rate 出去哦。那因此呢在期初必须要有一个现金来结清这个 coupon rate 跟 CDS spread 之间的价差的部分哦。那他刚开始没有把这个 coupon 的用意写出来啊，所以很多人看到这边呢其实就晕掉了。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CDS forward 跟 option。
好，那有 CDS 呢，当然就会衍生出 CDS 的 forward， 就是衍生性商品的衍生性商品。那这个就真的没什么困难了，因为呢，就跟我们之前在讲 forward 是一样的，也就是说呢，买 forward 的人呢，就是图形这样子，卖 forward 的人呢，图形就是这样子。只是呢，今天这个横轴到底是什么？横轴事实上就是 CDS spread。好，然后呢，还有就是，假如说在这个 forward 到期之前呢，那这个标的信用标的就违约的话，那当然呢，这个 forward 就停止了，没有继续再下去的必要了。好，所以呢，有这种概念之后就很简单了。他说呢，今天一个 CDS forward， 你只要当买方的话，那例如说呢，标的是一个五年的福特的保障，然后呢，可以用280个 BP 去买，然后在一年之后呢，可以去买这个东西。也就是说呢，今天你只要进入一个CDS forward， 你是当买方，这个 forward 的期间是一年。那换句话说，一年之后呢，你就必须要花280个 BP 去买一个福特五年的CDS 哦。好，那当然呢，这个是一个 forward 啊，所以呢，你有赚钱的权利，也有赔钱的义务啊。那不管呢，一年之后这个福特的 CDS 呢，到底值变成怎样的话，那你就是必须要花280个 BP 去买就对了。好，所以呢，在这个例子里面呢，其实你就当买方的图形就是这样子，所以这里就好像是280个 BP。好，所以假如说呢，一年之后呢，这个 CDS 福特 CDS 呢大于280个 BP， 你还是可以用280个 BP 去买到啊。那当然对你来讲就获利了。那假如说呢，到期的时候呢，福特债性变好了，它的 CDS 呢，小于280个 BP。那当然呢，你还是要用280个 BP 去买啊，那你就亏钱了。所以这个其实是没什么困难的。但是假如说福特呢，它在一年之内呢就违约了，那当然呢，标的都死掉了，死翘翘了，那标的都违约了，那当然这个 forward 就停止了。好，那假如说变成 CDS option 的话，那其实也是一样啦，就是买权卖权那个图大家都很熟悉了，所以呢都还是继续沿用那个图哦，例如说买权就是这个样子，只是呢你还是要记住哦，其实这时候的标的呢仍然是CDS spread。好，所以呢我们来看一下他这个例子哦，他说假如呢你今天去买了一个买权，那这个买权呢的到期期间是一年哦，那你可以呢用履约价280个 BP 去买一个五年的福特的 CDS， 所以呢对你来讲就好像是买方，你就好像你买了一个买权，然后呢履约价格就是280个 BP。好，所以只要到期的时候呢，这个福特的 CDS spread 呢大于280个 BP， 那你当然呢就可以执行这个权利啊，因为你还是可以用280去买到现在已经比280还更值钱的福特的 CDS。但是呢假如说到期的时候，那福特的 CDS 呢小280个 BP， 那你就不会去执行这个权利啦。因为假如说你真的那么喜欢福特的 CDS 的话，那你就直接到市场上去买，那都比280个 BP 还便宜呢。所以这个概念也是跟之前是完全一样的。但是呢也是今天假如在一年之内呢福特就违约的话，那这个选择权呢就死掉了。就是失效了，就是叫做 clock out。那这个其实是未来有一章会讲到障碍选择权的一个名词。好，所以这也不是很困难。好，那接下来呢就是今天有一个东西叫做一篮子的 CDS 啊。一篮子 CDS。那他说呢一篮子 CDS 到底是什么东西呢？它事实上很像是正常的 CDS， 除了什么？除了呢它今天的标的其实也是一堆的公司。好，那这 CDS 呢什么时候会得到 payoff 呢？那就看你到底契约是怎么写的。他说假如今天有一家违约的话，那这个 CDS 呢就开始卖方就补偿钱给买方的话，那然后这个契约就截止的话，那这个东西叫做 first do default swap。 那假如说呢今天是要出现第二家违约，那这个CDS 的卖方呢才会开始赔钱给你，然后这个契约才结束的话，那就叫做 second to default。 那你当然可以去定义 third to default， 然后呢比如说你只要有100档
在100个公司的话，那可能就是 10th to default 也是可以的。好，所以呢，假如说你是 10th to default 的话，那就是呢，现在我们的标的有100家公司，然后呢，要一直到第10家公司出现违约，这个契约才结束，然后啊，保险的卖方才会支付赔偿给保险的买方，那事实上呢，就叫做啊第十的 default swap。好，那这个东西呢，啊，显然在评价的时候呢，必须要去考虑它的那些标的公司之间的啊违约相关性，一定要考虑这件事情的。那我们可以来想一件事情，就是说，假如呢，今天这有100家公司，然后它变成一篮子的 CDS 了。好，那假如说呢，这100家公司呢都是独立的话，好像说它的那个违约都是独立的话，那你想看看哦，今天要出现第一家公司违约的几率其实是很高的，但是呢，要出现例如说第10家公司违约呢，那其实几率是很低的。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呢，first to default 就会很贵啊，然后 tenth to default 就会很便宜啊。但是呢，假如说今天呢，如果非常趋近于一的话，那当然呢，这里我们要给每家公司它的违约几率是多少，给它一个数，例如说是 0.02 好了。好，那假如说呢，今天如果非常趋近于一，那代表什么？代表说今天只要有一家公司违约，那事实上呢，就大家都会倾向一起违约。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呢，一家公司就违约的几率，还是出现10家公司就违约几率，其实呢，那个违约几率呢会非常趋近于 0.02。 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呢，你要出现第一家公司违约的几率就比刚刚说等于0呢低很多了，但是呢，你要出现第10家公司呢违约的几率呢就会比刚刚的几率高很多了。所以呢，first to default swap 的价格就会随着弱上升的下降，但是 tenth to default swap 它的价格就会随着弱从0到1上升而上升哦。我们随便举一个例子好了，例如说我们假设今天公司会不会违约是二项分配啊，是二项分配啊。所以呢，我们可以去算出今天呢，假如第一家公司违约就赔钱的话，那其实我们就是算P 的S 大于1的几率是多少嘛。那假如说呢，要出现第10家公司才违约的话，那事实上我们就是算 P 大于等于10的几率是多少。好，那这个呢其实用 Excel 来做一下就可以了啦。所以我们 Excel 里面应该有一个什么二项的东西哦。我看一下哦，统计里面那应该有个 binomial distribution， 好，试看看吧。好，所以呢 number 我们现在就讲是有100家公司好了。 trail 就是trail 一次好了。那 probability 0.02 cumulative true true， 我好像写反了，好像版本不同就有不同的东西。好，那我看我把它弄个比较结构性一点好了。这个是大 X， 然后呢，这里是 X 零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哦。好，所以呢，今天假如是 S 大于等于0的几率是多少？ S 大于等于0的几率哦，那事实上呢就是 binomial， 所以呢我们就这版本不同好像有点难用。好， binomial， 然后呢我们的 number 就是选0啦，换句话说就是要 S 大于等于0的几率累积是多少。好，那 trail 就是100家公司好了，那 probability 呢就是 0.02 会违约，那 cumulative 呢我们就算累积违约几率好，所以是 13.262%， 然后这样好。好，所以呢我们就发现说
probability 呢 ，p 大于等于零的，大于等于零的几率。哎，等一下，我想看它这个刚刚那个零哦，大于等于一的几率，大于等于零的几率，大于零的几率，所以它应该是没有等号，好吧？所以我这可能整个要把它剪下来哦。我觉得我的猜测应该是没有错啦。好，其实呢，就说今天这个是PROB 哦，然后呢X 大于等于大于等于 A 栏的几率好了。好，所以就说呢，今天假如大家公司呢违约的几率都是 0.02 的话，都是 0.02 的话，然后呢二项实验我们是假设它是独立的实验嘛，所以呢 probability p 大于等于一的几率事实上是0.13262、等一下，我其实还要再减掉它呢，好，再减掉它，所以其实这个东西应该是把它贴过来才对啊。好，所以就说呢，今天一年之后呢，大于等于一家公司倒闭的几率呢是 86.74 啊。假如说你是 first to default swap 的话，那事实上就是有一家公司倒闭呢，就会卖方就会开始赔钱给你了。所以呢，我们就算一下 probability x 大于等于一的几率呢是高达 86.74。86.74, 所以呢，事实上 first to default swap 就会很贵，因为呢，你在每一个公司倒闭都是独立的状况之下，那事实上呢，你要出现一家或一家以上倒闭的几率是很大的，所以 first to default swap 就会很贵。但是呢，你假如说你是要出现十家或十家以上才开始理赔的话，那这个几率其实很小啊，所以事实上呢，今天这个 tens to default swap 的保费就会很便宜哦。那当然这个是 raw 等于零啊。那假如说 raw 几乎等于一的话，那事实上呢，几乎所有的这个会违约的几率呢，全部都是 0.02 了，都是 0.02。所以我们就可以发现呢 ，first to default 它的 CDS spread 就会下降，换句话说它就比较不那么值钱了。换句话说呢，你今天呢要看见一家或一家以上倒闭的几率其实就是 2% 啦，因为你看见一家就看见100家了，现在就已经等于1了。所以其实要看见一家倒闭的几率其实是比刚刚降低很多了。但是呢，你要看见10家同时倒闭的几率呢就比刚刚上升很多了，因为现在看见一家就等于看见10家了。所以呢，这个 tens to default swap 它的保费就会变贵哦。spread 就会上升，但是呢 first to default swap 的那个 spread 就会下降。好，这个是有关于 basket 的CDS 哦。那当然这个东西怎么评价呢，这一章后面会讲。好，那最后呢我们就看一个东西叫做 TRS， 也就是总报酬的交换。那这种报酬交换呢它是什么呢，它事实上就是说我们今天双方哦那决定呢去做一些现金流量的交换，那一方呢叫做 total return payer， 他就必须要把某个标的的总报酬都交给 total return receiver， 然后呢，这个 total return receiver 呢就是要定期给他一个浮动的指标利率，再加上一个 spread， 例如说是25个 BP， 那这个东西呢事实上就是叫做总报酬交换。那假如说讲的总报酬就真的是总报酬，所以呢这个报酬包括什么呢，例如说包括债息啊，或者是这段时间呢的那个资本利得或资本损失等等。好，所以你假如说像股票市场上也有总报酬交换这件事情啊，在这种状况之下呢，其实你的总报酬就包括这个股票呢所发的股息哦。那当然呢这个总报酬也包括那个标的资产到底有增值还是贬值哦。那假如说标的资产增值的话，那这增值的部分呢当然也要付给 total return receiver， 只是在什么时候付那就是会有不同的变形啊。那标准形态的 TRS 呢事实上是在这个交换期间到期的时候呢才付哦。但是呢当然也有一些变形，你可以把它设计成说今天每次呢我们在支付的现金的时候就要包括
到底这个资产有没有增值或贬值哦。那假如说资产有增值的话，那标准的 TRS 呢，就是当 swap 到期的时候，那这个 total return payer 呢，也要把资产增值的那部分呢给 total return receiver。但是呢，假如说资产贬值的话，那事实上呢，total return receiver 呢就要给那个资产贬值那部分的钱给 total return payer。好，所以总而言之呢，这事实上就是就是那个总报酬交换的一个内容哦。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他投影片。他说呢，事实上就是两方决定呢去交换某个资产的总报酬，然后呢，跟浮动利率、浮动指标利率加一个 spread 去做互相的交换。然后呢，等到 swap 到期的时候呢，那通常还会有一个 payment 来反映呢这个资产到底它的价值是增值还是贬值哦。换句话说就是价值的变动。增值的话，那当然呢 total return payer 还是要把那部分的钱给 total return receiver。然后呢假如贬值的话，那就是 total return receiver 呢要把贬值的那部分的钱给 total return payer。好，那这个东西呢到底有什么用呢？到底有什么用？那通常呢就是把它当作是一种融资的工具啦。所以呢我们就来编一个故事好了。我们就来编个故事。那我这边呢还是一个就是 total return 的 receiver。receiver。然后呢这有一个 total return 的 payer。好 ,payer, p-a-y-e-r。好，那现在呢假设说这个 total return receiver 呢他想要投资100个 million 在某一档债券。在某一档公司债好了，那他当然呢可以去跟银行借款啊，例如说现在的 total return payer 呢，他其实是一个银行，他去可以去跟银行借100个 million， 然后呢来买这一张债券哦。那当然银行也怕你倒掉，所以呢应该会要求说你买的债券呢要放在我这边当做抵押品哦。但是呢假如说这时候这个 total return receiver 呢他未来违约的话会来倒掉的话，那其实呢这个银行就要必须要进入这个清算的程序啊。换句话说呢，这个 bond 呢其实是这个 TR receiver 的东西啊。所以呢今天就是要去进入法院的清算程序，然后看看说哦这个银行呢到底顺位是多高或多低。那其实对银行来讲有点麻烦。所以这时候呢其实这个 total return receiver 呢他就可以去找一个银行哦。他说那这样子好了，我去跟你签了一个TRS， 那你就呢给我这一个债券呢它的 total return， 那我呢就给你一个浮动的利率指标，再加上呢25个 BP 哦，再加上25个 BP。 好，那这样子的话呢银行就会说好啊，那这样子我们签了这个 total returnswap， 然后我就自己呢出钱到市场上呢去买那个100个 million 的 bond。 因为事实上这家银行呢他也想要去做避险啊，毕竟呢他今天跟他签了一个TRS， 那他必须要给右边这个人呢这个债券的总报酬，所以他要去做避险的话一定是必须要去到市场上呢去把这个 bond 给买回来哦。所以呢其实这边有一个市场在这里。好，所以呢这个左边的这个 total return payer 呢就到市场上花了100个 million 呢去把 bond 买回来，然后放在他自己的身上。好，那这样子的话呢其实这个 bond 呢事实上是这个 bank 它的一个资产啊，那只是呢它有买这个资产来规避他跟右边这个 total return receiver 去签的这个 TRS。 好，那这样子的话呢假如说未来在这个交换期间，例如说五年的交换期间里面呢，那右边这个 total return receiver 呢他倒掉了，他违约了，那至少呢这个 bond 呢的名义上还是在这个 total return payer 的身上，他就直接把这个 bond 给没收起来就好了，那就比呢他把100万元借给
total return receiver， 让他去买债券，然后再把这债券呢放在我这边当做抵押品，那来的方便一点哦。假如说未来呢 total return receiver 呢他违约的话，那至少不用去跑那个法院程序，说我的求偿顺位是在什么地方，因为呢就名义上其实这 bond 呢是这个左边这个 bank 他买的，那名义上呢是 bank 的 the bond。好，那但是呢经过这样子的一个交换之后呢，事实上 total return receiver 他虽然没有去买到，他虽然没有去持有 bond， 但是他还是可以得到这个 bond 的什么的那个所有的总报酬啊。所以其实这个就是衍生性商品的一个很大的用处。衍生性商品除了避险投机套利之外，事实上它还有一个很大的用处，就是它可以去复制标的物的报酬率哦。所以呢今天右边这个 Total Return Receiver 呢，它就可以利用 TRS， 好像是一种反应型，一种类似融资的工具，然后就可以得到某个债券的风险，换句话说就可以得到这个某个债券的 total return 的那个这个 asset 的 total return。 好，那至于呢对于左边这个 total return pair 来讲呢，那他拿的这25个 BP 呢，事实上就是要去补偿他所承受的一些的风险。那到底什么风险呢？这个风险包括说，假如呢右边这个 total return receiver 他在这五年交换里面违约的话，那违约的话，那当然呢我们刚刚说看起来好像没什么问题，因为 bond 就在TR pair 的手上嘛，而且名义上就在他的手上啊，所以看起来好像很安全，但是呢其实不然哦。为什么？因为呢假如说这时候 bond 它的价值也降低的话，那事实上呢这个total return pair 呢他要处理这个 bond 呢，他还是要忍受一些资本损失啊。因为呢当今天 TR receiver 违约的话，其实这整个 swap 就结束了。所以呢他就不会再从 TR receiver 这边拿到这笔钱，当然他也不用去付出这个 bond 的 total return 给他。但是呢因为这个 TRS 结束了，然后呢对左边这个 total return pair 来讲，他手上虽然有债券，可是假如说这时候呢债券的价格呢也下跌了，那事实上呢对左边这个TR receiver to TR payer 来讲，他还是会有承受一些损失啊。所以呢其实他承担的这个风险呢，事实上就是用这个25个 BP 来作为补偿。所以呢这个风险呢到底是 depend on 在什么地方，也就是说今天我们怎么去算出这个 spread 到底要多少呢？其实呢这个风险要 depend on 第一个就是Total Return Receiver 它的信用程度到底是怎样，然后呢第二个就是这张债券它的发行公司的信用程度是怎样，那还有呢就是 Total Return Receiver 跟这个债券发行公司之间它的违约相关性是怎样。所以呢事实上必须要考虑这三件事情来决定这个浮动指标这边的 spread 到底要加上多少。换句话说呢其实这个 spread 呢有点复杂，它不是只要考虑到这个 swap 里面的交易对手，也就是 total return receiver 的风险而已啊，它还要考虑到这个 bond 它的发行公司的债信的状况，还要考虑呢这个 swap 里面的交易对手和这个 bond 发行公司之间违约的相关性了。好，这个大概就是这一章的第一部分，有关于 CDS 还有 TRS 的一些内容。然后呢第二部分呢就是要讲有关于 CDO 的部分啊，那个我们就等到下一部影片再说咯。那这一部影片就先到这里。